哇，你要唔要？哎，你讲我。倒米捞话，咩识讲乜嘢噶？新桥普通话得。首先将嗰个。那个。这个是我们公司的鲷鱼烧，啊，做鱼饼，啊，用天然气也可以，用液化石油气也可以，啊，这个是煤气、液化气或者是天然气的总开关，啊，如果要打开的时候要按下去才能打开，啊，关就直接关，开一定要按下去才能开，这个是每一个炉膛的控制开关，可以调煤火力大小，这是炉膛，火力大小在这里调整就可以了，使用的时候两边放料然后盖上，两边可以反来反去加热，如果火力要调整的话，这个是风门，可以调那个火的，如果那个煤气烧的那个烟比较大，就在这里调整那个风门，每个都一样，你看那个就它都是风门，这是风门，风门可以调大小，这个火焰就燃烧的越蓝色的，如果你火力风门调的不好，这个火力就是黄色的，烟很大，这个是风门，这个都是调风的，这是煤气单个的每一个炉膛的开关，四个，里面有四个炉膛，一二。我给你在那个地磨工的，一样的。可以落到去吗？这个我们包装的时候把那个手柄拆下来，这边也有一个炉膛，这边也有一个炉膛，四个炉膛。使用的时候把那个煤气开关打开，开关也打开，你看好久了，这样是关的，现在是开的，这些每全部在检查，这样是关，我回去顶佛枪了，点火的时候开一点点煤气，不要开得太大。蛋糕机和你几个机仔都算夹板箱喎。但 OK 未有？已经整好啦。佢话嗰个电池整两边就整好啦嘛，好似。开咗佢。改嗰个电压啫嘛，吓。咩啊？电压啊，蛋糕机嘅电压啊，另外嘢可以搞掂咯。听日咯。我咪咯，听日搞掂咁，你做咗箱嚟咗。佢话想星期六发货啊。系啊。点问嗰个？唔使嘅，只豉油点火得噶啦。嗰个点着咗咪？点到个台就得噶啦。屌，肥佬拆咗，跟住一粉咁拆出嚟。咁你搞粉唔使搞粉，你都講過。啊，點問嗰度咧？嗰度猛炒唔住。咁攞唔著噶？會齊嘅你。開齊嘅啦，屌！
唔可以唔著嘅。冇人著嘅，我著。你看你要打的。咁細火㗎嘛。點齊㗎啦，點齊㗎啦，嗰度著齊㗎，啪啪。點齊齊齊。咁細火㗎嘛。咁細火啫，佢哋幫佢落興，好啊！啲啲頭睇唔到啫嗰啲啊！成隻豬手放，成隻豬手放落去，即刻窿住手啊！屌！你頭嗰邊唔見著㗎，睇唔到火㗎。打開嗰邊有啦。唔係啊，嗰邊都開開住㗎。咩啊？唔係嗰邊。你又識㗎拉絲油，拉絲油，攞支槍嚟點點點，我邊度識㗎？嗰日攞翻嚟攞嗰個，嗰邊又識。咁睇點樣兩隻㗎？有兩把香港。跌咗落去啊！佢，我喺嗰邊識佢哋。吸口把那个总开关关掉就可以了，关着这个，关那个总阀。